需要赶快恢复的心情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拥抱你的手心听到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和你一起就有好心情。我开始美丽